快凌晨两点了，到底在哪里做什么呢？他有男人了，快躲起来！那两个人昨天一起在外头过夜，离信宇先生远一点。你是文信宇先生的老婆吗？你等很久了吗？你是被上司骂了吗？先生，真的很抱歉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没用。我真的会勾引文信宇先生。你们两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今天不是说要勾引我吗？给你机会勾引我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东森戏剧台《不屈的儿媳》。